谢了啊，我在这都等了两个多小时了。没事儿。我能抽根烟吗？你抽你的。这不是你吧？减肥了吗？替别人班。你这车还挺新的啊。哎，找个地儿坐吧。钱都他妈掏出来，听见没有？你们家是不是都耳聋啊？全都给我撸下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快点，快点！钱，快点，手表，快点！爹，浩轩，快点，爹，快点！混蛋不给钱，谁呀？你是不是找死啊你？啊？不会，不找麻烦。哎，你还是把钱给了吧。还有谁想麻烦啊？我就把谁给办。哎，快点走吧！啊！怎么都坐着呀？
你。你没事吧？我操！对不起啊，下车！你给我下车！为什么呀？我刚才可是唯一下车救你的人。哎，你们两个上去，上班去。一二 B 幺，请确认车号。A 栋幺 ，A 栋幺 ，B 幺两架。我们看到的是44路。哎。怎么着了？刚确认，车上所有的乘客和司机都没气儿了。